疯了！馆主，啊！馆主，你对我动凡心，失去神力了？没有。你刚刚都脸红了。哪有啊？粉丝们都看到了。听着，神不能动凡心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说来听听。还说什么？快想办法活命吧！神要维护三界的秩序。还真说呀！一旦动凡心，难免会被凡人走后门，以致四境乱法，甚至导致三界混乱而崩坏。乱猜！你们有没有试过？如果我是创世神，我就创造一个三界可以随意组 CP 的世界，肯定超有趣。都快摔死了还有趣？怎么说呢？首先，我会创造一个人神妖混居的世界。对。然后鼓励天下频道自由 CP。别听，听他不好。这想法不错嘛。I have a pen, I have an apple. 我是大学生布丁，有请月老帮我和男神馆主牵了红线，很快我们就。为什么没用啊？好多了，神不能动凡心。瞎扯，你弟和王母还夫妻呢。那是你以为？神话里可从未记载过。虽然我们出生入对，只是同事。么么哒。除非你也成为女神和馆主做同事。我是那个女神吗？我说馆主呢？一个多月不见了，抢妖去了。夏天是他最忙的时候，山妖爱蛊惑人心。这段时间许多人考试失利，毕业失业，当人心虚弱，妖便趁虚而入，甚至夺命噬魂。干嘛去？我也去想跟馆主做同事。馆主做错过，不要总是这样吃啊！好吗？吵架，从来不让着我。男朋友也这样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我每天压力超大，想法别设计，难道让我脱发？他理解我的崩溃吗？正在的是，我就差两厘米到一米七，居然不长了，现在胖到50公斤，怎么怎么嫁人啊？不疼，你别冲动，以后我疼你。你男朋友不是，是追求者们。布丁被蛊惑了，馆主，我叫布丁，因为太美而害得神仙馆主动了凡心，失去了神力。不是这样的。天天应该知道了，快回百货馆。馆主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哇！惊雷！醒醒！电话违反传承，你可知罪？龙，跟我回去。龙姬公主，敢问何罪之有？你以为瞒过天庭吗？你包庇魔女的事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这可是公子最忌讳的词啊！你凭什么说馆主有罪？凭什么？凭借我的信心，我的男人。你别乱说。瞎说，馆主是我的，早就给我们拆红线了。是你的吧？公子没必要惹他。喊他干什么？他是王母的女儿。是他，把魔女给我抓住！不好，是他袭击他。你醒醒。